弟兄姐妹们啊，在基督里面平安啊，美好的主日了，我们要分享啊神的话语啊。我们已经分享到关于啊一个系列，是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是承受产业的啊，承受产业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作为啊神的儿女，我们一定是合法的承受产业。合法的承受产业，那你承受产业，你就要知道你是天父爱的，你不能再有奴仆的心啊！奴仆的心他是惧怕的，奴仆的心是在求的啊，是在那里哭求哀求，是不是？奴仆的心他是交换思维啊，是交换的思维，所以不能有孤儿的灵啊，认为他不要你了，不爱你了，不喜欢你了，动不动就没有安全感。如果是这样，你就没办法享受天父的爱，弟兄姐妹，也没办法承受他的产业，反而活在忧虑当中、惧怕当中和患得患失当中。所以我们分享这个信息呢，要重点帮助，特别是啊，在这个家庭当中，小的时候受到一些父母的伤害的人啊，他里面有一些啊忧伤，有一些伤害啊，有一些对这个父母的爱没有感受、没有经历过的，他里面有一颗孤儿的心啊，有一颗这种忧虑、惧怕、担心的心，所以他长大以后呢，他里面没有被恢复，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接受的教导仍然是让他惧怕的，仍然是让他啊忧虑恐惧的，所以他对天父的爱呢没有正确的认识。弟兄姐妹，对天父的爱的形象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活在这种状态当中，当他进入婚姻啊，进入家庭、进入工作，遇到问题的时候啊，遇到环境的时候啊，遇到这些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处理，所以很容易受伤害，而且当受伤害以后呢，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的怎样继续的恢复，所以最后这些关系就出现问题。那弟兄姐妹，这一切的恢复呢，我们必须要看到是怎样，是先从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来恢复。耶稣显明了天父，他显明的天父是慈爱的，是无条件爱我们的，是主动的爱我们的，所以他不给我们定罪，他也不把疾病加在我们身上。你发现耶稣无论面对啊税吏、妓女、罪人，耶稣都是无条件的爱他们、赦免他们、医治他们、接纳他们、饶恕他们、包容他们，和他们在一起。那耶稣这样的充满爱、充满恩典的和他们在一起是干什么呢？就是要释放他们，使他们从这一切的辖制当中、定罪当中、伤害当中、奴役的状态释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必须要看到，当教会讲台传道应该致力于把天父爱的形象恢复，把耶稣基督他这样的显明天父的爱把它传讲出来，这样你才真正的知道怎么是信耶稣，这样你才能从神这里得着爱，阿们吗？从神这里享受爱，你才能真正的活出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非常重要，好不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地方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约翰一书的，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呢，我们从16节开始啊，16节开始，第四章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啊，你信吗？
你知道吗？你知道神爱你的心吗？你怎么知道神爱你的心？就是透过耶稣。阿们。那今天你怎么知道神爱你的心？你就是透过讲道，透过神的话语。如果你听到的道，听到的神的话语是神要求你，神不断的找你的问题，不断的找你的罪，不断的找你的毛病，不断的说你不好，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断的挑你的刺，哎，不断的说要刑罚你，要管教你，要怎样，要让你这个学功课，要破碎你。如果你听的都是这样的道，你如何享受神的爱？你如何知道神的爱？你不要说啊，就是因为他爱我，他才管教我，才把疾病加到我身上，这是恩典的病。弟兄姐妹，这是你错误的理解神的管教，这是你用中国人的思想叫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用棍子打，用鞭子抽用棍子打，用鞭子抽，这不叫爱，这叫家暴。哎，你以为家暴是光夫妻吵架动手打起来叫家暴吗？弟兄姐妹，丈夫打妻子叫家暴，妻子打丈夫叫家暴，单方面的叫家暴，如果共同打互相打叫互殴，是不是这些都有怎样清楚定义的但是当父母打孩子用鞭子这样抽，这样狠狠的打，也是家暴。想过没有？我想跟你说的是，天父爱你不会用这种家暴的方法，这是人的思维，过去不懂，是不是？我们过去的老一代教育孩子动不动就打，甚至用鞭子抽，用棍子打，他以为这样一边打还一边吼叫，我只爱你我不管你，你以后怎么怎么的，是不是？我打你都是为你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孩子并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爱，所以这个他认为知道父亲给他爱的方法是怎样，是用这种暴力的方法，殴打的方法，他其实是受伤害的。这是中国人的思想，管教对管教的想法是用打他，鞭子打他，棍子打他。所以当他信耶稣以后，他也把这种自己的思想，教育孩子的这种想法，棍子打鞭子打的这种管教的方法，想到哪里去了？想到天父那里去了。弟兄姐妹，圣经对管教清楚定义，特别是对神的管教是怎样，是训练，是老师，是教导，是引导，是帮助，是教育。阿们。不是用疾病加在你身上，不是用暴力方法加在你身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弟兄姐妹，那耶稣还这样的爱你干嘛？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病，为你死干嘛？耶稣显明天父的爱，从来没有用过疾病的方法你不爱神，你不愿意信靠他，你不明白，就把疾病加在你身上。耶稣从来没这么做你是个水逆，你是个妓女，你应该得癌症，你是睡逆，你应该得肺病。耶稣从来没有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你要知道神爱你的心，你就会知道他不会用疾病来管教你。那他用什么管教你呢？他用他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不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看到没有？教训、督责，这就是管教；使人归正，让你本来走错了，是不是？神的话语引导你归正，神的话语引导你走对。阿们。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导
看到没有？这些重要词汇啊，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看到没有？这才是管教，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要清楚知道，神是用他的话语来管教我们，引导我们，教育我们，教导我们。然后呢，目的是什么？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管教的目的是叫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哪里得以完全？你新造的人，你属灵的生命已经完全了，你已经是新造的人，公义圣洁的，神圣的，你的灵已经是完全的，但是你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是不是？你的心意还没有更新，所以你需要听道，你需要读经，你需要神的话语，对不起没？那神的道，神的话语是为了让你的心意更新，让你的心智更新，让你的思想，让你的心智意念意志都是完全的，与神的话语完全一致。阿们吗？哇，你就知道哇，天父多么的爱。接下来你就会怎样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基督徒绝对不是追求神迹，也不是绝对追，只是追求一个病得医治，来给我祷告一下，病得医治一下呗。不是说这样不行，这样当然行，但你的生命生活绝对不是光光是这样啊，得医治了就去干其他的事了，啊，没得医治另外找个地方医治，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真正的人生是明白真理，是追求真理，是明白道，明白神的话。阿们。当神的道，神的话来训练你，教导你，喂养你，更新你，使你生命成长，使你思想更新，一切疾病都会消失。你不是光光得个医治啊，是不是？你得个医治，你这个病得医治了，魔鬼那个病呢？你高血糖得医治了，高血压呢？高血压医治了，你这个糖尿病呢？糖尿病医治了，这精神上的呢？啊，这个身体其他骨头上的呢？是不是心脏上的呢？你要知道各个方面上还有什么癌症上的呢？各个方面上的疾病，仇敌都会来搅扰攻击。如果你不明白道，不明白真理，如何抵挡？是不是？疾病又不是治一样，啊，一样好了你就不管了，你就去了，道也不听，真理也不听，神的话也不听，还脑子里都是错误的观念，认为这是神管教我。弟兄姐妹，你身体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强健的身体，你需要神的道，阿们。你生活在世界上也不是光光是身体健康啊，你还要怎样？你还要经营婚姻吧？你怎么经营家庭吧？对不对？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和这个丈母娘老丈人的关系，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和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和邻居的关系，和反对你人之间，比如说同事或者是邻居或者是那些什么人，他对你不好，你怎么处理？是不是？还有赚钱的事，你的生活得赚钱，是不是？财务方面的事，事业方面的事，这些各个方面上，弟兄姐妹，他的人是怎样？人是一个整体，你属灵方面上要成长。阿们。你活在世界上不能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的活着吧，就吃饭上班睡觉啊，每天就干着，起来就吃饭，饭吃了就上班，班上了回来就睡觉，就得过着三不区的生活嘛，偶尔出去玩一下，有什么意思？你必须认识到你的人生不仅限于此。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整体的，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上，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属灵成长，你的思想，你的心，你的开心，你的喜乐，你魂里的喜乐平安，你身体的健康，婚姻家庭，孩子啊，事业，人际关系，各个方面上，使命，这些各个方面上，它就是怎样？它就需要真理的道了，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引导我们，来训练装备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明白道。你就知道天父爱你，阿们吗？他在这些你生命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是有祝福、有供应的，都是有恩典、有真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都会帮助你的。阿门吗？他都做你生命的主，生活的主，阿门吗？那多好，是不是？所以基督徒要明白道，要追求道。当你听道听明白，你知道原来神的管教不是用暴力式，而是用真理、用恩典来教导、来喂养、牧养、训练我们的。这样的话，你在这样的听道的过程当中，你就明白，你就知道神爱你。神的爱是透过话语，今天是透过话语显明出来的。神的话语显明了神，神的话语显明了神的生命属性，神的话语显明了神的作为。弟兄姐妹，阿们。所以只有你听到神的话语，你才会知道他爱你，只有你听到神的话语，你才会相信他爱你。阿们。你相信他爱你，所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我们也知道，我们信。接着呢，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主耶稣他显明天父，我们透过耶稣看见天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弟兄姐妹，主耶稣显明的天父是怎样的天父？弟兄姐妹，所以今天你要认识到这位神就是爱，就是透过谁认识啊？就是透过耶稣，不是透过牧师，不是透过人，不是透过宗教活动啊。弟兄姐妹，你是透过耶稣啊，阿们。透过耶稣，所以耶稣他是显明天父的爱，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他显明了天父的爱，显明了天父他的本体，显明了天父的荣耀，显明了天父爱的光。所以你看四福音，一定是要看到的是怎样，耶稣为什么无条件赦免罪人，为什么无条件医治病人，为什么有权柄能力赶鬼。你要这样思想，为什么耶稣爱人，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赦免人的罪，而且对人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人来到他面前，只要人来到他面前他就赦免了，是不是吗？你看摊子来到他面前他就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长大麻风的来到他面前，主啊你若肯，是不是求你怎样，求你洁净我，耶稣说我肯，你得洁净的嘛。阿们。耶稣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他并没有问他问题，你犯了多少罪，你为什么生这个大麻风病，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犯罪了，你还有祖宗咒诅啊，没破除啊，你这个问题太大了，罪太大了，罪太多了，祖宗犯的罪太多了，祖宗四代三代四代是不是太多了，十八代都有罪。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干的活吗？耶稣显明天父的爱，显明之前还要把你的问题把你的罪都先挖出来先让你回忆过去那些多少犯罪的场景。我就问你，当一个人回忆过去，不断地想过去，想那些过去负面的、伤害的、污秽的、被辖制的、犯罪的那些场景，他难受不难受想过没有？那是多么一件难受的事。耶稣这么干吗？耶稣要叫他把罪都认清呢？过去所有的一意想说说错做错的全都得认清了才赦免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在四福音当中看到耶稣显明天父的爱。我每一次读四福音，我看到耶稣洁净大麻风，我看到耶稣赦免这个摊子，我看到耶稣赦免那个税吏，赦免那个撒该，赦免马太，我看到耶稣怎样赦免妓女，是不是我的心都感动得流泪，我都被天父的爱触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那犯淫乱的妇人，约翰福音第八章被带到耶稣面前，
这些法利赛人都拿着石头，是不是？他们就对耶稣说，按照摩西律法，这犯奸淫的妇人就要被石头打死，是不是？所以他们就跟耶稣说这个话啊，对耶稣就说这个话，就是意思是要打死。耶稣怎么说你怎么说，如果你说打死，立即就打死。弟兄姐妹，谁不知道犯奸淫的妇人是个罪人，罪人的结局都是被打死的，对不对？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中间是不是啊？若有谁没有罪就可以打他。那你看到这些人都有罪，也就是说人都有罪，都会犯罪，是不是？所以人都没有资格拿石头打他。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今天也是这样，所有的人，虽然我们信耶稣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新造人，都是神圣的，从灵的角度上我们都是没有罪的，无罪的，阿们。但是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话语，有的时候会想错，会说错，仇敌会加过来，你接受了，你每一个人你思想上都是不完全的，除非你真的更新的，完全更新的。如果你没有完全更新，你的思想层面上、话语层面、甚至行为层面都是有罪的，那你有什么资格给别人定罪？有什么资格拿石头打别人？有什么资格叫别人一定要认罪？要把这个罪都认出来，要把罪都挖出来，他就是认罪也没必要跟你说吧，也没必要在你面前来说吧。你是完全的吗？也没必要让你来带着他这样干吧。所以你又没必要拉屎，你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可以给任何人定罪。弟兄姐妹，只有谁有资格？只有耶稣有资格。耶稣没有想过他没有罪，他没有犯过罪，他没有说过这些话，是不是？他是无罪的，他是公义的。如果要拿石头要定罪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耶稣才有资格，耶稣才有资格定罪，耶稣才有资格拿石头打他。你看这些人听到耶稣的话，从老到少都退去了，是不是？就只剩下谁了？只剩下耶稣，只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在那里。弟兄姐妹，现在临到耶稣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夫人犯了多少罪呀？什么时候犯的罪呀？和谁一起犯的罪呀？要把想错说错做错的都认出来啊。什么时间犯的罪？什么地点犯的罪？和谁一起犯的罪啊？犯了多少罪？一共犯了多少罪都认出来啊，认出来才赦免你，不认出来呢不得赦免。他们都没有资格定你的罪，他们都是罪人，但我是无罪的，我有资格定你的罪，但是我不定你的罪，但你得先怎样？你先得把罪认了，我才能赦免，才不定你的罪啊。现在石头已经准备好，如果不认罪，不把罪认清楚，这石头就扔下来了啊。你把自己的认清楚，认清楚了这石头就放下，我就不扔你了。弟兄姐妹，你能想象到这个场景吗？啊，这个妇人，如果耶稣这么对她，这么弄的话，那还能成呢？你能不能想到？是不是？如果今天用这教会讲台上讲的这一套来用在所有人身上，让他把他过去所有的想错说错做错，特别是这句话，你别看他嘴皮子一翻，想错说错做错都要认出来啊。嘴皮子这一翻很简单，真要这么做就不是这么简单，那每一个人就要完了。如果是这样，又如何显明天父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耶稣根本没这么干，
耶稣根本没对这个犯淫乱的妇人说，把想做说错做错的罪都认出来，把你为什么要想犯淫乱，为什么啊犯淫乱，什么时候和谁犯淫乱，在什么地方犯淫乱，这一切淫乱的罪，犯淫乱的罪全都说出来。那你说这样的话叫赦免，叫恩典吗？叫爱吗？啊，这样的话就是折磨他，变态狂，是不是？这样的话叫变态狂，叫折磨，这心理极端变态。所以你看，今天教会讲台把神的爱、把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都扭曲了，好像神对人的要求必须要这么干，必须要把想错、说错、做错的都认出来，他才赦免，把神说成一个变态狂了。把耶稣的爱都扭曲成为变态狂，心胸极端狭窄自私，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才赦免，连人都不如。人，人与人之间，比如说，就是暂时啊做错了，啊想错说错做错得罪的人了，当人愿意和好了，也会怎样？也会一笑泯恩仇啊。过去的事都不提了，阿门吗？当人与人之间在一起，绝对和好了，兄弟，过去有啊对不起、冒犯、抱歉的地方，请你原谅，是不是？当这个人心胸是宽广的话，他肯定会说，哈哈一笑，好，过去的事都不提了，我们永远是好兄弟，是好朋友。来，在一起开开心心，该吃吃，该喝喝，拥抱在一起，阿门吗？你遇到一个极端心胸狭窄的人，这个人说：“来，我向你道歉啊，我过去做错了啊，有些地方啊，请你原谅包涵。”这个心胸狭窄的人会怎样？啊，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你知道你为啥错了吗？你要把你那为啥有这些想法，有错的想法说出来，如何错的说出来啊？你为什么这样伤害我说出来，还有你为什么这样的冒犯，你到底是想干啥？你要加以把所有的想错说错都要承认出来，这样啊，还要向我赔礼道歉，向我哭，向我流眼泪，向我真诚的道歉跪下来，我才能够饶恕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遇到这样心胸狭窄的人，人家已经向他道歉了，他还要搞这一套，不断的挖他的过去，不断的提他的过去，不断的说他的过去，你说说看，能好得了吗？你别以为我这个讲的不重要，我这个讲的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活得被辖制、被定罪，身体出问题，心情忧虑，晚上睡觉失眠，各个方面出问题，都是因为这些东西。他不明白天父的爱，不明白耶稣的爱，他把天父的爱、耶稣的爱扭曲了，搞得极端的心胸狭窄，极端的变态狂，整天要折磨你，找你的问题，挖你的罪，找你的过去。你记住，人与人之间如果是这样的话，都没办法和好。哦，你诚心诚意的去道歉，他不断的还给你提着你的过去，不断的叫你把过去啊一条一条的都要认清楚，你说说看，你能好吗？你在这过提着过去的时候，你受多大的折磨，多大的羞辱，多大的压制，你知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让我很清楚的看到，为什么神的儿女活得那么忧愁，那么软弱，那么有病有问题，那么的罪疚感、亏欠感，这些感觉羞愧感，整天在他的心里下至了。就是因为讲台冒充耶稣，讲台冒充神，不断的揭他的伤疤，揭他的老底，揭他的过去啊。
人与人之间是这样都搞不好，何况人与神之间。你看到人与人之间，可能这个人是一个心胸宽广，是一个豁达的，人家一说，人家没说他都给他不放在心上了，人家没说道歉他都饶恕人家啊，没事，他都为人家换位思考，换位着想，是不是？他可能是受到伤害了，过去受到啥事了，所以他会用那个话来说，我不用放在心上，我饶恕他。这样的人有没有？我就是这样人啊，好不好？你也是这样人啊？喂，人家伤害你，说话伤害你，你要人家还没道歉你就饶恕他，这样你自己蒙福，打明白吗？你自己不会受伤害，不会受瑕疵，何况人家已经来道歉，当人家来道歉说啊怎么怎么的，你会怎样？一笑泯恩仇，你说没事儿，都过去了，我们永远是好兄弟，我相信你，是不是？我相信你当时这样做，你也自己也不愿意，是不是？我没有放在心上，我还是接纳你，把你永远当兄弟当朋友。哎，你说说这样的多舒服，舒不舒服？人与人之间这样都舒服，何况神与人之间？所以你要清楚看到四福音，耶稣是怎样的耶稣，耶稣是怎样的显明天父的爱呀、啊？你要知道，任何的病人、罪人、税吏、妓女这些人，他们也是受害者。他被罪辖制，被魔鬼辖制，被这些东西给辖制。当他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还要提他们的这些问题吗？耶稣还要提到他这些辖制他的东西，为什么辖制他吗？那不是在折磨他、羞辱他们吗？你想过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到耶稣对那个妇人直接说，我也，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了，是不是？耶稣不定他的罪，不是因为他认罪，而是因为耶稣要赦免他，耶稣要爱他，耶稣要把他从这个罪的辖制当中释放出来。耶稣不允许罪再伤害他、压制他，耶稣先赦免他，他才拥有力量、拥有信心胜过罪，不被罪辖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天父的爱。阿们，天父对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就是爱，阿们，他会为你考虑，为你着想，你不愿意提的他绝对不会让你提，你想都不愿意想的那些罪的事，那些犯你孽的事，有啥好想的？你叫他想错说错都认出来，耶稣要这么说的话有啥好想的？罪的事有啥好想的啊？想得舒服吗？有什么好说的？是不是？你想的话，你说的话，你心里脑海里面都是这些场景，那这些场景在你的脑海里心里再次复制，那不是对你辖制吗？人的心里脑海里你想什么就怎样，就有什么呀。你想红的，红的就在脑海中出现，是不是？你说啊，一条狗，狗的形象、狗的画面就在你心中脑海中出现。你说一个猫，猫的形象、猫的这个东西、这个画面就在你心中脑海中出现。同样，你说一个白色的衣服，是不是？像我穿着白色衣服，哎，你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穿着白色衣服、修一个长头发的人啊，然后拿着一个拐杖，是不是？然后穿着个红裤子，走，穿着个白色鞋子，你就这个想法。这个话语一说，你脑海中、你心里面是不是就有这些画面和形象、画面和图像？同样的，当你不断的想着罪、说着罪，啊，在那里说着错误的认罪，就是不断的把这些过去的事不断的提出来，你的脑海中、心里面是不是都是这些场景？如果都是这些场景，你还能走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错误的认罪之下，他一直在里面被辖制出不来的原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到神的爱，神是不给你提过去的，阿们，
你认识到神的爱，神给你就是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他的面前，他不是要提你的问题，阿们，他是问你需要帮助吗？需要恩典吗？需要爱吗？知道吗？需要我帮助你得胜吗？神是给你提供答案的。你有问题，有这些东西，他还不知道。你来到他面前，你需要的不是神问你问题，你需要的是神给你答案。阿们。而且神看到你来到他面前，他也不是要问你问题，因为他知道你是受害者，知道你被罪、被疾病、被仇敌辖制。神是无所不知的，阿们。神是有权柄的，有恩典的，有爱的，所以他不是要先问你问题，他是直接要怎样，当你来到他面前，他是直接来爱你，来赦免你，来医治你，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是爱，阿们。所以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在耶稣的服事当中，你会看到神的爱。今天你信了耶稣，那都是自己人呐。你和神亲近和好，和耶稣同为一灵，同为一体的，都是一起的，一家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都是你的，你还搞其他的那些干啥？是不是？税吏、妓女、罪人，他们还不是和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没有和神和好，耶稣都无条件赦免和医治。今天你都是和神和好的，你看到没有？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弟兄姐妹，你今天你认识到天父爱你，主耶稣爱你，你每一天活在他的爱里面，你活在爱里面就是活在神里面，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阿们吗？神的都是你的了，看到没有？所以神的爱就是你的爱，神的赦免就是你的赦免，神的权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权柄就是你的权柄，能力就是你的能力。你有了神给你的一切，你现在是干啥的？魔鬼还能搅扰你、欺骗你吗？啊，犯了个罪了以后，你还来到神面前，把这些罪都认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还不够，还挖到祖宗十八代去，然后求神赦免吗？完全不一样，发现没有？那种教导和我们今天回到真理里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搞得你连奴隶都不如了，你说彻底的罪人、叛徒，是不是？但今天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与神和好的，你与天父已经和好了。所以如果有仇敌来搅扰你，来挟制你，或者罪来欺骗你，魔鬼欺骗你，把爱拿过来，把恩典拿过来，权柄拿过来，用出来对付他呀。把爱拿过来，对自己的魂、对自己的心说话呀，神爱我呀。把恩典拿过来，对自己的思想说话，我是神所恩待的，神所赦免的呀。你要用出来呀，阿们。有疾病你要把权柄拿过来用出来呀，医治大人圣灵恩膏用出来呀。我是有耶稣受鞭让我得医治的，我是健康的，耶稣给我产品，是不是用出来抵挡疾病的？发现没有？今天你已经与神和好，已经住在爱里面，住在神里面，今天已经不再是存在赦不赦免的问题，求不求他赦免的问题了。弟兄姐妹，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今天是你怎样？你是拥有他的爱的，拥有他的爱的答案，拥有他赦罪的答案，拥有他的恩典就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干啥？在你里面保护你、坚固你，使你蒙福得胜的。如果你不明白这样的真理，你还是被仇敌欺骗。当你明白这样真理，仇敌就欺骗不了你。阿们。万一欺骗你，你可以用这样的真理来胜过他。你看这样的生命生活多好，这样的好日子多好，
这好日子不过，还过着与神好像分家一样，还过着那种揪心的日子，过干什么？释放吧，阿门。所以真理使你得释放，得自由。神的爱就是真理，透过耶稣把他的爱写明出来，就是真理。讲台应该致力于传讲神的爱，传讲基督，把神的爱显明出来。只有这样，你才真正的得到完美的释放。阿门。啊，阿门。所以住在，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你今天住在爱里面了吗？你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阿门。好，这样，神也住在他里面，你看到没有？你住在神里面，神住在你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干什么？干什么？你住在爱里，住在神里面，神住在里面，你与神完全合一了。阿门。那你今天有问题，该咋办？有问题，神住在你里面，神帮助你解决问题啊，就这么轻松啊。你把这是神给你的爱呀、恩典呐、生命呐、产品能力用出来胜过问题啊，把答案拿出来对付问题啊。神都住在你里面，一切答案都在你里面，你拿出来用就行了，就胜过问题了。你还在这求啊，还在这哭啊，还在这流泪啊，还在这认得祖宗十八代去干什么？还上到天堂法庭上去？天堂法庭就一个答案，称义了，明白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不是？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他们代求。所以天堂法庭，神是大法官，耶稣是中保，神是你辩护律师，都是为你说好话的。就一个答案，你是义人。神都称你为义了，耶稣都是你的中保了，圣灵都为你说好话了，你还跑到天堂法庭上去说啊，我还有罪，我还这，我还这罪那罪这罪那罪，你想干啥？你想造反呐、你想推翻神的这个宣判，称你为义的宣判呐、你想跟耶稣这个中保唱反调啊？你想跟这个圣灵这个辩护律师为你说好话、为你辩护的律师对着干呐？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必须要看到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今天神已经住在你里面，你已经住在神里面，阿门。那神住在你里面，他的生命、他的爱、他的恩典，是不是他的一切都在你里面？是不是？好，是的。那罪和疾病这些东西是不是魔鬼从魔鬼那里来的？它是不是问题？当从魔鬼来的罪和疾病这些问题来搅扰你的时候，你拥有的是什么？你拥有的是与神同在，阿门。你拥有了神的一切的答案，那也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做的不是还在那求神求神求神，不是还在那认罪认罪，不断的把想出赎罪的罪、祖宗十八代的罪、砍蛋破除这一套拿出来，不是的，弟兄姐妹，你应该是把神的答案直接拿出来，就对付罪、对付疾病的，就这么简单。阿门。好，如何操作？演示一下啊。神住在我里面，我住在神里面，阿们。这是真理，要建立在你的心中。神爱我，神赦免我，神医治我，神祝福我，神把生命给了我，我是新造人，我是神的儿女。神把权柄给我，是不是？把能力圣灵给我，阿们。好，一切的答案都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听着，如果我每一天都想这些，都听这样的道，都想这样的道，都相信这样的道，按照这样的道来行动来生活，
魔鬼罪也好，疾病也好，进都进不来，根本没办法挑上你。阿门。好，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一个他已经拥有的神给他一切答案的人，神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是属灵的真实，这是属灵的真相。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但关键是他没有听正确的教导，是不是？没有听正确的道，所以魔鬼来搅扰他，魔鬼把罪放到他脑心里面，放到他脑海里面，魔鬼把疾病放在他身体上，仇敌魔鬼来攻击他，晚上睡觉也睡不着，头痛失眠，攻击他的心脏，心脏也不舒服，胃也不舒服，是不是？这些都仇敌的攻击，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弟兄姐妹，他听得到道都是啊，过去的人啊，就像人呐、啊，主神啊，管教啊，啊，你来怜悯我啊，神啊，求你赦免啊，神啊，求你医治啊，神啊，我是罪人啊，我是罪人罪魁啊，我软弱，我不配，亏欠可怜呐、啊。你看这些道都让他活在惧怕当中，这些道不是在对付问题，不是在对付罪，是在对付人。这些道不是在对付病，是在对付人。这些道不是在对付魔鬼，是在对付他自己，你知道吗？所以他活在这样的道里面，他最终就被不但魔鬼攻击他，对付他，他自己也对付他，攻击他自己，最后怎样？他就过着软弱失败，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的悲惨人生。听着，如何翻转？一切都在意念之间，当他的思想更新，意念更新，当他听真理的道，当真理的道进来了，他一下子认识到自己属灵生命的真实。弟兄姐妹，他认识到他是一个灵，神住在他里面，他住在神里面，阿们。他认识到神的生命，神的属性，神的权柄能力，神的一切答案都在他的里面，接下来就不一样了。如果仇敌把罪加进来，奉耶稣的名，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义人，阿们。仇敌把恨的想法加进来，他里面有神的爱，他会说奉耶稣的名，我爱这个人，我有神的爱，是不是？仇敌要把疾病加过来，他把答案拿出来就行了，耶稣受鞭让我得医治，我是健康的，是不是？除了把罪拿进来攻击他，他奉耶稣的耶稣流血洗净了我的罪，我是义人，是义人。他要做的是宣告答案，要做的是把答案用拿出来，抵挡魔鬼，抵挡罪，抵挡疾病。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看到没有？完全不一样。那你说，那他犯罪的怎么办？犯罪的也是魂被仇敌利用的，欺骗的，身体被仇敌攻击的，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怎样，用这个答案来胜过罪，胜过魔鬼，胜过他，而不是对付自己。你自己你是新造的人，没有任何地方需要对付他，你唯一要做的思想更新，听真理的道，阿们吗？现在听懂了没有？好，操作一下啊。这个人听真理的道，明白真理了。仇敌把忧虑放进来，让他忧虑、担心、害怕。奉耶稣的名，耶稣怎样？耶稣受刑罚，我得了平安。耶稣是赐给我平安的耶稣，阿们。基督给了我平安，胜过一切的试验，胜过一切的患难，胜过一切忧虑。神给我的是刚强仁爱坚守的心，胆怯的、忧虑的、这些惧怕的灵，离开，是不是抵挡出去？阿们。魔鬼要把疾病加进来，说你有病，你生病了、啊、他明白真理，明白神的爱，耶稣已经医治了我，耶稣为我舍命，耶稣为我受鞭伤，我得了医治，我是健康的，疾病退去，他直接把答案拿出来用就行了。神住在他里面的，
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医治，神的健康，在他里面，他拿出来的用就行了，对付啥？对付问题。把光拿出来一照，黑暗就消失；把答案拿出来一用，问题就消失。以此类推，所有领域都可以如此操作。哇！所有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思想意念，负面的意象意梦，负面的画面，罪呀、疾病、贫穷、咒诅、死亡，一切从仇敌而来的这些负面东西，来想要过来搅扰你，你里面拥有全部的答案，拥有一个天国，阿门。你里面拥有整个天国的丰富，神的爱把这一切都给了你。你要做的是永远活在神的这些答案里面，活在神的天国里面。当你明白这些真理，如果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这些真理里面的话，这些灵里面、这些天国里面、神的爱里面，这些东西根本进不来。我刚才说的，你抵挡，那还是因为你还不明白，是不是？你还被仇敌搅扰了，被罪利用了、欺骗了、被魔鬼疾病攻击了，你要学会抵挡。当你把它抵挡出去，你天天专注于基督，活在基督里，神住在你里面，基督如何你也如何，你都不是在活在被仇敌疾病搅扰攻击的生活，你而是活在输出爱的生活，输出赦免的生活，输出医治的生活，输出祝福的生活，输出权柄的生活，输出大胆的生活，输出尊贵荣耀的生活，输出得胜的生活。阿们呢，看到没有，完全不一样。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被动的挨打，成为受伤害的、受辖制的，这就是不明白神爱的人，他成为被动的挨打。这样的基督徒是失败的、被奴役的、被仇敌奴役的。虽然他也信耶稣，他灵魂将来也得得救上天了，但是在世界上他是失败的，这是被动的挨打。第二种，当他明白真理了，他开始不再被动挨打了。他开始干啥？第二种基督徒，他开始成长，明白真理了，开始被训练，被正确的教导，被正确的训练装备，他开始成为怎样？开始成为抵挡魔鬼的人啊，抵挡魔鬼的人。所以魔鬼又怎样？魔鬼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那么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了，他现在起来了，他知道抵挡。他抵挡用神给他的生命、权柄、能力，用神给他的话语、恩膏来抵挡，所以他要怎样？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了。只要他开始抵挡，他就成为健康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阿们。他明白真理。好，第二种、第三种基督徒是荣耀的基督徒、全能、尊贵的基督徒。这样的人是怎样？这样的人是像王一样的生活，他会输出，他不但自己得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还能怎样？他还能输出，见到谁被仇敌辖制、被仇敌捆绑、被仇敌啊这个控告、被仇敌这个啊这个压制，他能够输出神的爱，输出神的恩典，你的罪赦。阿们啊，天父爱你，你的罪赦，他能输出赦罪的恩典，输出这个赦罪的权柄。为什么？因为神在他里面，神透过他赦就赦。有病是吧？奉耶稣的名，疾病的灵离开出去，是不是？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这叫输出，把它里面生命、赦罪、医治、权柄、能力这样的尊贵荣耀的答案输出，干啥？来帮助那些受伤害的、受奴役的、受辖制的人得释放、得医治、得自由。这样的基督徒是怎样？这样的基督徒叫活出基督的基督徒，叫尊贵的、荣耀的、完成使命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生活应该要过这样的人生。阿们吗？不要在那里被动的挨打了。当你认识天父的爱，你住在他的爱里面，住在他里面，你是不一样的。
啊，你是不一样的。哈利路亚，你是一个抵挡魔鬼的人，你是一个成长得胜、输出神给你的一切大胜的人。所以十七节非常重要。十七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阿们吗？哇，你今天接受的是完全的爱呀、啊！哈利路亚，神的爱在你里面完全的运行，完全的掌权呢、啊。阿们。所以你读经看到神的爱，听道看到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服事时候看到神的爱，你接受的都是神完全的爱。好，接受神完全的爱，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在审判的日子都坦然无惧了，这每一天过点小日子，那不是轻轻松松啊，天天开心，叫一个是不是？你说你审判的日子都坦然无惧的，你现在你天天不开心吗？天天喜乐，想笑就笑，阿们吗？所以审判的日子你都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神爱你，知道神爱你啊，神是不会给你定罪的，不会刑罚你的，不会不要你的。别担心，我别把我的名字从羔羊的生命册上给划去了。你以为在审判的时候还把你的名字从羔羊生命册上划掉了？那就是不认识神爱的人。你认识神爱的人，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永不止息。阿们。他拯救你必拯救你到底，你是出死入生的，阿们。你得到的是永生，永生是啥意思？永远的生命。你还担心，哎呦，还不得救了，不上天堂了，把我从羔羊的生命册子上划掉了，审判的日子啊，我的恐惧战地啊，我怎么怎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不明白神爱的人，所以他过的都是恐惧的生活。当你明白神的爱，完全的爱，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开开心心的信耶稣，开开心心的跟随耶稣，刚强壮胆的活出耶稣。阿们。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如何，他是谁？他就是耶稣。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阿们。耶稣是神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神所爱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耶稣如何生活，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生活。当我们明白神的爱，明白天父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开始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了。如果你不明白他的爱，你他的爱没有在你里完全，你是没办法活出耶稣的生命的。你还是活那些过去的仇敌欺骗搅扰的那种失败的生活。所以你今天活得怎么样，与什么有关系？与你听到的道、明白天父的爱有关系。阿们。不用再忧虑了，不用再惧怕了，任何人都把你没办法，任何魔鬼也把你没办法，都不能攻击你，你是神的孩子。哈利路亚，好不好？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爱惧怕，它是相反的。你看这十八节的经文，是不是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是不是？惧怕的人在爱里，一连提到三个爱，爱多重要。同时又讲到怎样惧怕，是不是？爱里没有惧怕，就把惧怕除去。什么把惧怕除去？爱把惧怕除去。那人为什么惧怕呢？因为惧怕的人他在爱里面没有得完全，惧怕带着啥？带着刑罚。所以你要看得很清楚啊，很清楚。所以如果你有忧虑、有担心、有惧怕，惧怕后面就是刑罚了。刑罚是好的还是坏的？
刑罚就是坏东西了，刑罚就是疾病，就是贫穷，就是咒诅死亡。所以你看被判刑的人都没好下场，是不是？他都失去了自由，被辖制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刑罚从哪里来的？刑罚就是从惧怕来的。而人为什么惧怕？就是他不认识天父的爱，他在爱里没有得完全。在爱里没得完全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他不认识天父的爱，不知道天父完全的爱他。啊，他的魂，他的思想里面，他总是忧虑、担心、害怕，总是怕神不爱他，神不要他，神不喜欢。他把父亲的形象是不是扭曲了，成为一个暴力的，成为一个极端自私的，心胸狭窄的，随时不要他的，所以他活在奴仆的心态、孤儿的心态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得到完全，没有享受完全。记住，不是神不爱他，是他没有认识，不知道，他没有听到这样爱的道，所以刑罚就来到。一切的问题都是刑罚，罪、疾病、贫穷、咒诅、死亡，这一切都是刑罚而来。如果你在爱里面活着，这一切都与你没关系，它是一个绝缘体。啥叫绝缘体？就是它不能靠近你的。阿们。是绝缘的，完全断绝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开始专注在神的爱里面。阿们。神为什么把耶稣给你？因为他爱你。为什么把圣灵给你？因为他爱你。为什么把权柄能力给你？因为他爱你。为什么把天国给你？把心灵心地都给你，把他一切的产业都给你，因为他爱你，因为神就是爱。阿们。你说神啊，为什么这样爱我？弟兄姐妹，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而谁是他爱的对象？我们，我们就是他爱的对象，好不好？我们是他爱的对象，所以他创造了整个宇宙，整个星球。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他把整个星球交在了我们的手中，因为他爱我们。当魔鬼来攻击，魔鬼来欺骗，来诱惑人，失败了以后，神并没有说不要你了，重新生一个，重新造一个，不是。神是怎样？神是来寻找你，神是来拯救你，神差派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来赦免我们，来医治我们，使我们从这个仇敌黑暗的权势下被拯救出来。阿们。那今天你都活在了神的里面，神也活在你里面，神的爱就是你的爱，所以爱里面是没有伤害的。弟兄姐妹，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所以今天你不用有任何的惧怕，惧怕都是从魔鬼来的。当你明白天父的爱，一切惧怕你都会有神的爱来抵挡，他都会离开你。阿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晚上你睡不着觉，你说我是天父所爱的，晚上必安然入睡。阿们。是不是你的身体需要医治，你要说我是天父所爱的，耶稣已经为我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天父爱我，天父要我健康的、喜乐的、足享长寿的活着。哈利路亚，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认识到爱里没有惧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就不要有忧虑和担心惧怕了。也就是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阿们。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就虚荣的一切都加给你了。今天神的国、神的义、神的爱都在你里面，你所虚荣的一切都在你里面。你要相信，你要承认，按照你所相信的承认的，开心的生活，是不是？开心的行动，开心的在这个地球上行走，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做的一切都必蒙福，必顺利，必亨通。阿们，好不好？所以你有爱，你接受神完全的爱，天父完全的爱，就会把惧怕除去，把忧虑除去，把一切的伤害除去，把一切仇敌的搅扰攻击都除去，看到没有？除去。哇，你看到这里，爱既完全，是不是？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除去就是赶出去，它是个动词，跟赶鬼是一样的，把它赶出去。所以你里面有了爱了，这个惧怕就会除去。当你认识到神爱你，认识到天父爱你，耶稣爱你，一切的惧怕的灵，惧怕的思想意念，它你都要把它赶出去。你用神的爱把它赶出去。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知道，啊，今天惧怕不属于你，刑罚不属于你，忧虑、疾病都不属于你，因为你是天父所爱的。阿们。你开始享受他完全的爱，你越来越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健康，完全的蒙福，完全的啊，你已经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这一切都会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流露出来。你会活出完全蒙福，完全健康，完全得胜，完全尊贵，完全荣耀的生活，因为天父完全的爱你。阿们。哈利路亚，好不好？神赐福所有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举起我们的手，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福所有的孩子，所有宝贵的家人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你的里面。爸爸，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仇敌不能再偷窃、欺骗、蒙蔽我们。我们享受神的爱，我们是啊，是抵挡魔鬼，我们是生命成长，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是成长的孩子。奉耶稣的名，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恩典，活出神的权柄能力，活出神的尊贵和荣耀，成为使命得胜的基督徒，成为输出的基督徒。天父赐福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宝贵家人们。好吧，非常的谢谢巴达菲，谢谢你啊！这美好的主日，你的话语，你的美好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喂养我们，给我们带来信心，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思想意念都专注你的爱，都享受你的爱，在你的爱里面完全，在你的爱里面刚强和得胜。荣耀归给天父，奉耶稣的圣名，阿门。